11月14日，香港青奥霹雳舞代表队献上了一段街舞。据了解，他们将于12月2日代表香港出战亚洲区选拔及排名赛，争夺出线世界排名赛之资格。俾我好有成功感嘅，因为咧，我觉得跳舞唔系好似翻学咁样。翻学即使你有好努力咁样温书，但系都可能未必会有好嘅成绩。但系如果你跳舞，你只要肯努力去练一个动作嘅话，咁你身体自然就会做到。所以我就会好坚毅唔放弃嘅，我唔会为咗一啲小小嘅困难就去放弃跳舞，唔再跳舞。